人到中年的担当，人到中年是一个过程，从幼稚的童年，烦恼的少年，懵懂青年，一路走来，它既是人生的延续，更是生命的成长和积淀。我们一直很努力，吃苦耐劳，可好像离成功总是差那么一些距离，挑着重担前行，每天只想着该去做什么，奔波着，忙碌着，已无暇顾及自己。偶尔闲暇时想起过往种种，满腔心酸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是啊，中年了，谁没默默地流过眼泪呢？插图：面朝大海。中年最大的成功，学会照顾自己了。最怕的是事情，无过于半夜接到父母的电话吧。当然还有孩子上课好学校的话费，差点忘了我们自己的医疗费用以及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准备了。中年的我们必须把所有的风雨担在肩膀上，慢慢的头发变得稀疏，精力变得不济。当然还有一些事情也需要你的帮忙，比如说健康，夏季一杯凉茶照顾自己。炎热的夏季来临，人体对水的需求也就增大，很多人都知道夏季要多喝水，喝水不仅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保护健康。我们一年四季都需要喝水，但夏季对水的需求会更大，所以可以对应自己身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养生茶。夏季凉茶，独仲茶，夏季喝好茶。独仲茶适合这位三类男士，也用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被称为夏季凉茶的独仲茶。不同于绿茶的清淡和红茶的厚重，独仲茶糖色轻，茶香适中，微甘，入口温润。独仲茶具有调节血压、恢复血管弹性、肝肾、降血脂的人们熟知的作用。关于独仲的介绍，我们可以点击下面蓝色字体链接。独仲茶在夏季很适合下面三类男士饮用：一、内外兼有的高压力，做一次体检发现血压偏高，这已经成为中年人的一种常态。生活给了我们应对不完的压力，身体养成高压状态也就不奇怪了。面对那有点高的数值，不免有些无奈吧。可是静下来之后想一想该怎么降低数值才是重要的。杜仲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天然好物，因此在夏季我们可以借助杜仲茶来配合稳定压值。这一点大家可以在网上了解一下，有很多典籍记载。杜仲茶。二、不怕胖就怕赌。那个中年男性没有点微胖呢？这不算可怕，我们身边开始有熟悉的人因为粘稠而遭遇了健康危机，这种血管里的胖我想才是大家都不愿发生的。可是中年的你我哪能完全离开吃香喝辣，谁能离开隔三差五的出去坐坐，因此有必要准备一些凉茶了，给我们的生命之树洗一洗澡。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F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Cover Text Declaration Non-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halate 减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Look Border left Exhalate 减1818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 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负50% PGC-CONT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idth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Red PGC-CONTNT-T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Ch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 c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i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F85959 Padding Chop 18px Line Height 1 cm PGC-CARD-BO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Align Center PGC-BO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O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 STATIC-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PNG 3. 离不开烟酒的男士戒烟是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成功了呢？而对那些意识还难以戒掉烟痛的吸烟者来说，可以多喝一些杜仲茶，因为杜仲茶中的绿原酸维生素 C 可以让毒素可随意杜仲茶不断解除，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到了中年，关于酒，一是害怕喝多出事，二是酒量确实下降了，我们开始留心一些醒酒的方法。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让大脑清醒，而是要知道如何保护我们的肝肾，防止酒精伤害。杜仲对我们的肝肾有着很好的养护作用，有种天然物质叫做菩提素，杜仲含有很多，它可是帮助我们解除难以消化掉的多余酒精。插图：夏季凉茶杜仲茶。中年不光有成功瞬间的喝彩，更有风雨无阻的体魄，汽车行驶一段里程后需要定期保养来延长使用寿命，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人生这辆汽车跑到中年时，已经历坎坷的风雨，见过生活的美景，是思想性格相对成熟的黄金期，但身体零件也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磨损，走起下坡路，遭遇一些健康低谷，学会照顾自己吧，这才是中年最大的成功。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